这道菜是天不拉豆苗。首先起火，起火之后给油，给油之后加蒜头，让油来冲爆一下它，把它味道涮出来。然后天不拉，天不拉，然后加。洋葱，先把它焖热，最后加豆苗，然后大火，啊，快一点，
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收锅了。来，先让看一下。天不拉豆苗，看到了吗？做好了，耶、yeah! ！